五大熱輕易。哦，一跳出嚟嘅時候，輕易應聲彈出嚟向入面，哇，好快啊！咁但係中間咧，啲馬喳喳聲走上嚟咯喎，綠野先驅啦，咁啊最出紅桃巨星啦，第四位雙白旗，出面紫色衫粉紅帽，心中有你啊！咁啊亦都慢慢走咗上去啊！內欄咧，咁啊黃衫咧，紅眼罩等咗佢兩等咧，咁啊第六位人民武傳奇啦，再後邊第七位深藍衫咧，慢慢貼埋欄喎，就係幸運時代啊！後邊嗰五隻福威勝啦，內欄黃衫啡色帽，尾四川河寶區啦，出邊走緊三搭啊，粉紅衫嘅靚子敬，尾二縮住嚟跑啊，就係嗰只長長友，咁啊暫時包尾係可愛寶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個一千米段處嘅時候啦，前面輕易都係擺前面放啦，心中有你咧就第二位。守住內欄第三紅桃巨星啊，再見到第四位內欄文武傳奇出邊綠野先驅啊，第六位黃衫黃帽雙白旗啊，內欄第七位藍衫藍帽咧就幸運時代啊，後邊五隻福威勝川河寶區，出邊粉紅衫靚子敬，尾以啡色衫紫色眼罩係長長友啊，包咗落尾仍然係可愛寶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輕易仲係接嚟一個新米紅桃巨星啊，咬住佢，心中有你啊，猛咁騎。第四位咧埋邊啊文武傳奇。出面就綠野先驅，再後面的第六七位了，埋邊就幸運時代，中間雙白旗，後面才有福威勝和長長友那些馬。好，你入正就直路，前面輕易仲係佔先，文武傳奇賺開嗰只紅桃巨星追了上嚟，再跟住文武傳奇，後面叫雙白旗不好夠位，外邊衝有福威勝，中間綠野先驅，最後一百文武傳奇已經脫穎而出，呢場他就爆緊了，第二三四名那些近，有綠野先驅在出面的。看回頭馬文武傳奇，中間是綠野先驅，入面位置還有雙白旗，中間夾住十一號紅桃巨星，大外檔重磅啊，那隻就福威勝，那些二三四名呢慢慢看。好啦，文武傳奇上季五面唔夠啊，今季一出又得啦，李京光咁啊贏啦。第二名咧見到係九號啊，呢隻綠野先驅啊。三四名就近啦，中間十一號紅桃巨星喎，似乎有叫第三，第四名咧就係雙白旗七號啊！哇，李敬國啊，今晚犀利喎，連彩星啊，頭先啊劍追風第三，整多隻文武傳奇啊！你話上個禮拜千百我都敢搏下。听埋啲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十号嘅文武传奇，独赢派216蚊，位置派54.5。跑第二名系九号嘅绿野先驱，位置派19蚊。跑第三名系十一号嘅红桃巨星，位置派75蚊。跑第四名系七号嘅双白旗，连赢九搭十派684蚊，三重彩。十号、九号、十一号顺序派26,500蚊，单 T 派5,146蚊。位置 Q 九搭十派172.5，十搭十一派600.5，九搭十一派266.5。
咁啊，李敬国阿哥入咗场，犀利喎，两个第一，咁啊，剑追锋第二，王者再现第三，咁啊，得只帽啫，不过就冇马跑到第九场啊。好，睇翻张相啊，第三名张相啊，红土巨星，咁啊，日冷门攞翻第三，第四就系七号嘅双白旗。睇翻第四名张相啊，都好近嘅几只马咁啊，里边一只双白旗啦，福威正喺外边追翻第五。唔好转棋，又赢啦！靓藤王几时赢啊？阿哥咁嘅细佬，只马真系细佬仲未赢到喎。第六 winner， 连泰安话惨啊！啊，换咗人赢。三拣一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三啊，其他冷门排$33。四连环七号、九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派$5,310。四重彩十号、九号、十一号、七号顺序就派$137,135。哇 ！A 一、A 二一斗开 A 三，一二都冇晒呢个。好，翻嚟复榜啦。好 sharp 啊！今日啲文武傳奇一出閘已經守住個貼欄第五位。好啦，巡邏影片睇翻第八場啊，睇下場場有先啦。十檔起步，哇！九檔、十一檔咧，連續好似都刮佢幾嘢咁啊，左右左右咁咧，去咗個尾二位置。咁前面位置輕易放啦，出面紅桃巨星都好落力嘅，捉咗埋嚟啦。咁中間位置嗰只綠夜仙區跑得好靚啦，莫雷拉守住個食虎位。咁但係我當殺緊埋嚟就紫色帽咧，就心中有你。咁原路走二三搭咧就係嗰只雙白旗啦，內側已經係頭馬嘅文武傳奇啦。咁中檔位置第七位就幸運時代藍色衫啦。咁後面嗰堆啦，咁見到靚智經啦、福威勝啦，黃色衫咧就川河寶區，尾二就長長有，包尾就可愛寶。我頭段都有三四隻馬搶啦，咪變咗步速咧就冇預期中咁慢嘅，咪第一段咧更加快咗接近三成先。咁啊，大家拍好車之後咧就步速先開始撳翻慢少少嚇。咁啊，但係嗰只輕易咧都已經比上次走得行咗嘅，咁啊翻到嚟就都捱唔到啦。咁啊，陳長優咁啊出咗啲意外，咁啊順勢留咗個包尾啦，咁啊步速都唔係咁慢，咁啊翻嚟都叫有啲追嘅。咁啊，另一隻就福威勝都算真係唔錯嚇。咁啊，紅桃巨星今日走咗前邊，壓咗黃金包雙位，咁啊翻嚟都近嘅，咁啊心中有你都走埋上去，咁啊莫雷拉咧都真係成日都係咁噶，唔理三七廿一，明明壓住好位嘅，係要落山而出去蝕子位咁樣踩啊，咁啊翻到嚟又係唔係唔追，不過又唔係跑得好勁嗰只啦，都同以往差唔多，即係傾向有少少攬嗰類馬嚟嘅。咪頭馬就元蘭坑啦，咪都有個 fit 字，咪路段都克服到啦。咪雙馬旗都算唔錯喎，今日啊初出冇試習都輸得幾近。第八場賽事都覆榜完畢，位置飄派彩九搭十派172.5，十搭十一派600.5，九搭十一派266.5。三揀一派彩，勝出組合係 A 三，其他冷門排$33。四連環派彩，七號、九號、十號、十一號排$5,310。五四重彩派彩，十號、九號、十一號、七號順序就派$137,135。孖宝派彩，头关二号、尾关十号派$2,420，头关二号、尾关九号就派$71。孖 T 就派465,623。分段時間：頭段27.61，第段24.23，第三段24.06，末段23.76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39.66。